夜妈妈煲糖。夜妈妈在给宝宝煲一块糖，夜妈妈剥开的会是一块什么糖呢？她正往下一层层剥糖纸，她剥下的第一层糖纸是月色，接着是星光，再往里是黎明，剥开的最后一层糖纸是晨曦。咦？他剥出一颗太阳糖，剥完糖，夜妈妈不见了。暖暖的太阳糖升起来，闪着甜蜜的光芒。